狐犬为什么很少人养？银狐犬之所以养的人少，主要是因为以下几个缺点：一、难打理。银狐喜欢掉毛，白色背毛虽好看，但需要大量时间打理。二、爱吠叫。银狐犬戒备心极强，因此很喜欢吠叫，尤其不适合饲养在楼房中。三、认熟不认身。它对新主人的接受度是很低的，中途换主人需要很久才能习惯。四、挑食。银狐犬每天都要吃上半斤的肉，而且必须是瘦肉，但吃多了肠胃会出现问题。